Hello 啊，家人们，我是生生，我有自己的账号了。这次还得从去年我妈不知哪根筋搭错了，突然决定要经营一个打牌球的小红书账号说起。当时我就嘲笑她，肯定没市场，这波鼓捣了好几个月，粉丝统共也没几个。反而我一共客串了两回，就有好几个粉丝私信，希望多让我出镜。咱就是说，在招人稀罕这一块，本生生一直拿捏的死死的。 咱这人气那就是气人，不过气人归气人，我妈这女人格局是还行，这不响应大家的要求，给我开了个小号，以后大家就能在这里看到我的动态了。书接上回，去完阿那亚，由于我的外表太过帅气，被一个阿姨相中了，非要邀请我去拍杂志。好吧，谁让我这么迷人？拍摄前先整个美容，到摄影棚了，先炫两盆水，美容小哥吹了我2小时。 给我可完了，喝完水了不用管，我妈会主动收拾。拍摄前跟小哥哥小姐姐们打个招呼，这一步驾轻就熟，我很快就可以俘获大家的心。准备拍摄了，听说是跟一个女明星，哇哦，是她吗？她是谁？她也太好看了，她要干什么？她想摸摸圣圣吗？快躺下！哇哦，妈怎么办？ 小红书。